點啊？程念璇15歲，肚痛入院，抽咗血，白血球高，照咗超聲波 ，confirmed appendicitis， 拍緊 CO 39度 ，heart rate 125 ，BP 90/60。醫生啊，我係程念璇爸爸，我女咩事啊？急性盲腸炎，要即刻做手術。嚇！做手術，我女打針都驚喎。即刻保佑我添。女，點啊？你等等下，轉頭帶你做手術。唔該你，姑娘。程念璇。醫生。是不是一定要做手術啊？是啊，如果不做手術，有機會會有腹膜炎，那就很危險了。但我女兒很怕痛的。但你現在已經很痛了。咁啦，我幫你查定啲止痛藥膏。咁查咗之後，陣間吉針皮膚就冇咁痛了。到時我再俾啲麻醉藥你，麻醉咗之後咧，我再加啲止痛藥俾你。做完手術一定唔會有而家咁痛。Under 咗未啊？未啊，個 patient 啱啱先到 clinic 再翻 under。Ready 啊嘛，今日 10 nights on Pink Mountain。有冇搞錯？仲問 under 嘅？哦，因為個 patient 我仲有兩個 C 症等緊，究竟要等幾耐？5分鐘。要我企喺度等你5分鐘？瘋！照平時咁做得啦。唔好意思啊，唔安陣啦。咁而家點啊？照 under 咯，我唔信佢劈低個 patient 走咗去啊！轉頭咪死低地氣翻返嚟，懶嘢。Ken， 哇，做咩搞成咁啊？系啦，你个样好攰喎。连续做咗3個手術，落嚟唞啖气，跟住要翻上去，晚半拍都俾人打赢。Hello， 林医生 ，Candice 啊，头先真系唔好意思啊，我份人就系咁衰啦，急起上嚟咩都唔理，不过你知啦。appendicitis 所以好嚴重噶嘛，個病人發炎發得咁緊要，我梗係緊張啲噶啦。不過講到尾，我哋大家都係為咗個 patient 好嘅啫。出咗 theater 之後，就當冇事啦，千祈冇擺心入邊，知唔知啊？我明嘅。Mark and Fuji， 下次我請飲嘢補翻數啊！你哋慢慢，唔阻住你哋。哦，原來你幅判物畫係佢嘅傑作，私有定宿有啊？有分別咩？佢做咩咁嘈啊？原來要佢等咯。個 patient 怕痛，我咪幫佢查咗啲止痛藥，要等多幾分鐘。我醫生話對住 patient 嗰陣，應該淨係諗乜嘢係對佢哋最好。不過唔係所有醫生都咁諗嘅。昨天我問了方醫生我家姐的事，他 say 了 sorry。 方醫生還說了什麼？我信站在 theater 的都是想幫我 patient， 我想這件事應該完。恩公剛剛打電話來問你何時可以到醫院，那直接去吧。你駕車？當然啦。總之咧，你而家專心做個手術，醫學院嘅嘢暫時唔好理住。誒，彭醫生話 GI surgery 個手術咧，論理評審會嗰邊仲未 approve 啊，搞咩咧？冇理由噶，早兩日佢哋咪開咗會。就開咗會都唔批啊！輝圖嗰邊吹到爆啊，咁等落去唔得噶喎。入嚟啊，钟教授。钟教授，少少心意。你哋真系有心。
點啊？做完手術覺得點啊？啊，吳醫生話聽日可以出院。咁啊，太好啦！最緊要咧，多啲休息。我會。鐘教授啊，係啦，我哋同輝圖嗰個 project 咧，咪簽好細合約嘅。GI Surgery 嗰邊本來有個手術想用 3D printing 嘅，但一路都行唔到，因為倫理評審會嗰邊仲未開綠燈，係咪有啲咩阻滯啊？始終都有啲咁新嘅嘢，班評審想嚴謹啲。你係評審會嘅主席，佢哋個個都睇你頭嘅。都唔係㗎，就算有權都唔可以用到盡。做乜嘢都要留一線，咁又係最緊要平衡到唔同嘅 parties 嘅需要。咁我哋有啲咩可以配合到做得更加好啲啊？係啦，啲豬肉皮5蚊斤㗎。喂喂，唔講住啦，唔講住啦，泳記泳記啊！誒，唔好意思啊。我行唔開，要你親自過嚟添。唔緊要，知道你有正經嘢做緊嘛。我突然間過嚟揾你，係咪阻住咗你啊？咁我啊真係唔可以同你傾太耐。我煲落湯要睇火，揾我咩事啊？既然你咁忙，咁我就直接啲啦。有冇諗過翻嚟安妮啊？咦？又真係冇諗過。乜而家 HO 咁兒戲嘅咩？我頭炒咗醫生，依頭可以請翻人。你可以當我是代宗教授問的，如果你 OK 的，合約由醫學院那邊出，名義上是他們請你，梯度是助理教授。當然啦，要幫手教學生的，不過知道這方面你絕對沒問題，之前你教新人都教得很好啊。都是不好的，被幾個食嬌扛住走，餓到爆啦，還回去。之前在一場誤會，我們都有話過保安部的，他們都知道做多了。不過說回頭，我想你都是一樣，為了 E-man 著想做多了一點。如果說回頭，其實安妮這些大醫院毀死這麼多規矩，樣樣都說不得的，查實又不是很適合我這聽人的。那規矩是死的，人是生的，更何況你和 Amos 和 E-man 又夾開的，做生不如做熟吧。你不說的又自可，你講起我心都酸埋啦，成個客廳都接埋咁滯啦，得翻啲人喺度，又有咩意思呢？邊個話接埋啊？你翻咗去咪齊腳咯？係真唔係啊？唔好下爬輕輕得個講笑啊！如果你唔放心嘅，我白紙黑字寫喺合約度，咁冇問題啦。但係如果我翻到去又好似以前咁原地踏步咧，我又覺得有啲悶啊。你想做 consultant 啊？冇興趣支持。咁有咩諗法？老老實實啦，其實咧，我係對你哋嘅 3D 打印由小組又有啲興趣。3D printing 咁有前景，人望高處嘛，係嘛？係咁嘅咋？要寫埋落合約度。OK。OK。